迎收看 TNN 晚间新闻，我是主播黄丽美。首先要为您带来一则有关电影的消息。曾经拿下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的电影导演宋新颖最新执导的电影即将上映了。本片由邵雨薇、凤小岳、林美秀、李天柱以及曾少宗主演。本片最大的看点呢，除了有林美秀形象大转变，饰演涉嫌杀害多人的蛇蝎女，女主角邵雨薇眼睛亮眼，让人刮目相看。几位演员精彩的演出，绝对是今年最让人期待的电影了。让我们拭目以待。真的吗？哎，那你要吃？爸，你们两个是怎么开始的？结婚？你们两位没有认识很久吧？那我们就预定当一家人咯。你跟杀人案件有牵扯，就会给我们家造成麻烦。我没有杀任何人，绝对不会有什么证据的。嘘，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就跟他睡，之后他就离不开你。回到原本的生活。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保护你父亲。我当然会保护我爱的人啊。你不能嫁给他。我有一个想法，或许要你再冒一次险了。除非我们都